啊，那过来住伫咧花坛合福路乡亲，不管是骑车，也是开车，要去中原路，也是中正路，拢爱设一大链哦。花坛乡公所真大希望争取经费，要来打通这条道路。围墙内乌土区当地大型土木，每年中原路地当直接甲合福路相通，花坛桥头甲三家村地区的乡亲要去花坛早市，就免设路。花坛乡长表示，打通合福路是真侪乡亲的期望，真无简单争取到中央的补助，包括征收土地嘛是编列3000多万，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伫个20几、30年前呢，咱合福路吼啊，打通甲仁爱街尔啊。伊当呢，这100几米呢，一直拢无开辟。啊，这个所以呢，咱的合福路吼，这边下沿线早市啊，这呢要往来往南吼，拢要设中正路。啊，咱三家村较前去哦，啊，这也要来早市啊，要来下这呢，嘛要设中正路。啊，增加中正路真侪交通负担，啊，佮而且佮绕远路佮较危险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咱争取到咱内政部啊，佮感谢咱县长吼，啊。来补助吼，啊，将近大概3000万左右，征收啊，工程费用，甲这100几米吼，啊，诶，合福路打通中原路，希望讲，互咱的花坛啊，咱的都市过来吼，路网比较完整，啊，互咱的乡亲的通行更加安全。短短100公尺左右的道路，算是等10-20年。乡长强调，道路既然要开，工程品质都要顾好，所有的地下排水甲管线，每一届都做好，和花坛市区的交通更加顺畅。多张新闻，张世良花坛采访报道。